下面請王潔晶議員。多謝主席，各位同事，大家下午好。月前筷子機發生了一宗非禮案件，受害人被拍打臀部之後，行為人腳在受害人面前進行自衛的行為。經過現場十多名路人合力的追捕之下，終於成功逮捕了該名的男子。但是對於該名男子的非禮行為，警方只是用傷人罪或者侮辱罪為受害人討回公道，令受害人對此感到驚愕、無助和憤慨。而回顧近十年檢察院刑事案件立案的分類統計，可以見到有關性犯罪自由及性自決的個案近三年都趨上升的趨勢。在2015年，侵犯性自由及性自決的個案達66宗，是過去十年中的最高的情況，值得關注，反映本澳現時有修改刑法典侵犯性自由及性自決相關章節的迫切性。對於社會的狀況和訴求，政府已經認同有修改刑法典相關章節的必要性，可惜政府在諮詢後至今仍未把有關修改的工作進入立法的程序，而當局聲稱在下半年將會把法案送至立法會，但是第三個會期將結束，本屆立法會亦將進入最後的一個會期，令人憂慮修法的工作不可以在本屆完成。因此本人強烈要求法務部門要以最大的努力盡快完成修改法案並送至立法會，承諾在本屆會期完成整個刑法典侵犯性自由及性自決相關章節的修改工作，建議修法時必須要將非禮罪獨立成罪，對未滿16歲未成年人作出的性侵犯行為以公罪處論，全面審視相關性犯罪行為的整體刑罰的幅度，對於教育機構及職場單位訂定性騷擾防治的指引，增加對行為人的警惕作用等等，竭力為婦幼及受性侵犯者提供應有的保障和保護。而在法案修改的期間，建議政府要加強宣傳的教育工作，提高居民自我的保護意識，鼓勵居民遇到性犯罪的時候勇於舉報，避免相關的犯罪行為被隱藏。同時亦要加強被害人的法律支援，協助受害人以自訴的方式向嫌疑人提出訴訟的程序，以彌補現時法律的不足。而在預防犯罪方面，促請警方多巡查治安的黑點，加緊天眼系統的建設，以助搜證，增強對有關犯罪行為的阻嚇力，保障市民的安全。唔該。